你嘅一啲感受，或者你點解要參與本書嘅製作？喺個製作過程你，你得著咗啲乜嘢？或者 你有啲咩新嘅諗法？好多謝啊，好好啊！你遲啲，你遲啲啊！聽唔到啊！佢哋係，你出嚟，你出嚟講，你出嚟有呢個。各位好，我係做完，我都係花園街間嗰個場。咁就發生咗一件事之後咧，對自己個人個生活影響都好大。情緒啊，包括個人嘢都好波動。咁當我聽到阿毛有呢、這個出呢本書嘅呢、這個一週年嘅啟迪之後咧。我都好開心，好踴躍，即刻舉手參與。因為就都想俾大家社會知道，或者睇到呢件事發生，關注多一啲社會一啲嘅問題。其實好簡單一個例子，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政府都做咗都一個咁好簡單嘅例子啦。我諗依家揾一個細路仔或者去到一個問佢咩叫唔想三好咧？大家嗰個意識已經強咗好多。對呢一啲事咧，個愛同同情都好。咁希望藉著我哋呢啲少少嘅分享或者啲經驗，俾大家關注到。咁所以咧，就我哋做咗一本書，紀念翻呢件事，希望大家都支持。你為什麼會參與這本書的製作？ 你當中有什麼想法？有沒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就參與這本書就了解了更多不同的居民，他們背後的故事，為什麼會在居住，或者是做了這件事之後，都是希望幫助到大家關注多一些香港也好，居住環境的問題啊，希望大家可以慢慢逐步啦，改善咗呢啲唔同嘅困難啦，喺社會上。多謝，多謝。好，我哋唔係一間機構，我哋唔係乜嘢什麼組織，我哋只係一啲普通嘅市民。正正係因為咁啦，我希望大家真正去睇下裏面嘅故仔。我哋唔係要表達某一啲政治信息，表達某一啲政治立場，我哋唔係咁樣，我哋只係想透過一啲真真實實、好落地嘅、好生活嘅故仔，話俾大家聽。一般市民其實個期望嘅生活係點嘅咧？佢期望嘅人生係咯，佢有啲咩希望？佢有啲咩生活嘅盼望咧？其實我哋希望咁樣，我亦都喺度咧，藉住個機會，即係跟兩位義工嚟分享嘅時候咧。借幾個機會多謝所有參與呢個計劃嘅義工，因為咧，我哋有超過30個義工一齊幫我哋做呢本書，冇呢30個人咧，我哋完成唔到啊！我真係再次喺度多謝佢哋，亦都多謝嗰啲肯走出嚟、企出嚟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仔嗰啲街坊，因為咧，通常呢啲事完咗咧，啲人就唔知道去曬邊噶啦。但是那些人都仍然願意接受我們訪問，仍然願意站出來跟我們分享他的故事，我們要多謝他們。所以呢，無論是義工或者街坊，我再在這裡多謝他們，多謝。那我們請兩位義工出來分享一下，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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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大聲一點，這些麥克風不太大聲，聽到介紹下自己。Hello， 我係 Janice。就點解會認識阿毛呢？咁其實我同埋其他義工啦，咁都係喺浸會大學一個即係青少年輔導嘅碩士嘅畢業生咁樣啦，係啦。咁我哋咧即係有一次嘅聚會裏面咧，認識咗阿毛。啊，咁發現咧，原來佢即係經歷咗一場大火之後咧，可能佢都有一啲理想啊，好想即係透過敘事治療咧，可能都認識一班即係喺花園街大火裏面嘅受害者嘅一啲故仔咁樣。因為咁樣啦，就認識咗阿毛，咁就參與咗呢件事啦咁樣。咁你參與呢本書，你有冇啲即係諗法令你產生咗咧？即係呢個過程裏面，因為我知道咧。即係成日幫手咧，我哋訪問一啲街坊，同埋咧寫咗啲稿嘅。咁你喺個過程裏面有啲咩諗法咧？
大婆咧，其實認識真係唔多嘅，即係咁，即係唔好講話要接觸佢哋咁。我諗即係今次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即係我諗平時即係可能你都唔會同一啲即係三七七人去傾偈咁樣。咁但係即係今次呢個難得嘅機會咧，同一即係一啲街坊去傾偈嘅時候咧，我諗即係發現其實唔係淨係可能佢哋喺大婆逃咗出嚟啦，係件事咁樣就完咗，可能即係嗰個災難嘅過後咧，其實都有好多嘢係影響緊佢哋，可能係佢哋嗰個心理嘅影響啦，嗰個壓力啦，可能過咗好耐，大半年，可能年年都會受住一個心理嘅壓力影響，或者佢哋居住環境嘅問題啊，各方面嘅問題，即係我諗都好想即係可能未必幫到好大嘅忙，但係都好想咧，即係透過呢本書啦，都讓大家認識多啲呢班災民背後嘅一啲故事，同埋好似今日一年完咗啦，件事就已經完咗，大家就淡忘咗呢件事，淡忘咗呢班街坊，其實咧佢哋都仍然有好多需要咧，都值得我哋去關心。咁第日你會唔會再參與我哋呢啲咁嘅製作啊？你會唔會嚇驚咗你啊？呢啲咁樣嘅製作？如果有，梗係叫我一定會做啦。好，多謝你，多謝。我哋俾陣先，真係冇佢哋參與咧，其實本書製作唔到啊。咁我哋請最後一位Thomas 出嚟幫我哋同我哋分享一下點解佢參與嘅過程啊，佢有啲咩諗法啊？我叫 Thomas 啦，咁咧參與咧個嘅本書嗰個嘅製作啦，咁其實好似阿 Janice 講咁講，我哋係一班咧呢個嘅咁大青少年嘅輔導碩士嘅班，即係畢業生。咁咧我參與咧本身咧，其實帶著另一樣嘢嘅，因為咧我自己都本身一個咧劫後餘生嘅人，因為我之前咧一個嚴重嘅交通意外，兩隻腳斷曬，住咗五個月醫院。咁啊知道咧，其實咧。人生去到呢啲光景嘅時候咧，其實喺個心理上高咧有好多創傷嘅。本來咧去呢一個嘅同嗰啲嘅街坊傾偈嘅時候咧，其實帶住一種咧想同佢傾偈啦，點樣可以喺佢哋嗰個困難裏邊咧，能夠去幫佢哋喺心理上高咧去釋放自己，等自己嗰個情緒更加舒緩嘅。不過咧呢、傾談嘅過程咧，反而調翻轉頭咧，見得到咧啲街坊咧，生命自己一啲嘅咧好精彩嘅地方，佢哋人生啊，對苦難啊，點樣去面對啊，其實咧，卻係咧令到我咧都覺得咧嚇，佢好值得欣賞佢哋。咁喺個過程，你有冇你自己有冇一啲即係新嘅諗法啊，或者即係有冇啲對生活有啲咩即係啟示咁樣？我諗咧，旺角區咧對於我嚟講係好神秘嘅，係啦，咁我都同唔同嘅受訪者去講啦，即係過往喺電影好啊，或者啲傳媒好啊，即係旺角一啲好神秘嘅地方。但係咧，當同一啲唔同嘅街坊去傾偈嘅時候咧，其實咧，旺角咧其實一個好可愛嘅地方嚟嘅。有一啲嘅街坊咧去講咧，如果啊，俾佢咧有機會再翻嚟花園街住。係啊，佢都會翻嚟嘅，唔單止係佢自己喎，一家三口，個爸爸啦、媽媽啦同個女咧，都話我都要翻嚟呢個花園街住。咁我呢一個咧係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好新鮮嘅經驗同埋睇法嚟嘅。過往以為花園街好稠密啦、好嘈啦、好雜啦咁樣，但原來住喺當中嘅人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嘅。多謝你幫忙。其實呢個過程真係要多謝啲義工。大家咧大家可能略略知道一下，即係透過我哋嘅古仔嘅主人翁分享一下，或者啲義工分享一下可能略略知道一下，譬如我哋本書咧係想有啲咩信息帶俾大家，或者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啦。我哋最主要都係想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睇下佢嘅古仔有冇一啲觸動你嘅地方。我哋好期望咧喺我哋本書。我再講一次啦嚇，有少少黑色話，不過都要講嘅。我哋個書名咧叫《凌晨四時四十分》。其實點解會用呢個書名咧？如果大家查翻資料咧，呢個係火燭嗰個時間發現啦，火燭嘅時間，因為未啲係燒着，未啲係即係開始起火啦，但係發現嗰個時間嚟。我哋希望咧，花園街火災係帶俾人一啲再諗下、再思係，希望我哋再諗下我哋成個城市。整個城市裏面的發展，背後的一些隱藏的一些
一啲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希望我哋真係唔好咩都係常，咩都係正常化咗，好多嘢都係習慣化咗，將所有嘢都係必然嘅。我哋希望咧係有多啲嘅思考，多啲去諗下我哋嘅生活。我特別喺度多謝阿陳生，可能未必想出鏡，不過我特別多謝我唔知佢出嚟，不過特別多謝德惠文化，冇話德惠文化幫手，其實我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平凡都係即係製作書同埋一個出版社嘅合作，但係佢幫我哋嘅工作咧係我諗超越咗我哋嘅合作啦。我諗我真係再次咧多謝德惠文化幫我哋即係出呢本書嘅。咁大家咧如果有興趣想睇下裏面嘅內容嘅，我哋咧會喺各大書局有得賣嘅，請你咧去各大書局度問，去預購，去訂啊，唔係預購，去訂。咁咧幾多錢咧？我答你唔到啊，因為書局可能折扣唔同。咁所以咧就大家自己去書局度問啦。咁我希望多啲去同人分享。我希望咧買咗之後睇完送俾你個朋友再睇。我哋係個期望係。多啲人去睇呢本書，唔係咧你收埋佢，多啲人去睇，透過啲古仔咧，我更加想咧，我哋本書最後有兩頁，係希望得到你嘅回響，希望你透過呢本書睇完之後，對你生命有冇觸動啦？如果對你生命有觸動嘅，我希望你寫翻啲嘢，寄翻嚟俾我哋，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專頁度留翻個口信，希望收到你。一啲生命嘅回響，我哋會有更多，即係我哋會俾翻 feedback 嚟㗎，我哋都會希望你收到你個回，即係可以收到你回應，好唔好啊？睇完本書之後 ，send 啲回應俾我哋。OK， 我基本上咧，我資料發放咧就係咁多啦。我睇下咧，因為始終咧有啲傳媒朋友喺度，我睇下咧真傳媒朋友有冇問題。如果暫時咧，即係我哋咧宣布嘅消息就咁啦。今日咧，我哋講。會有書派嘅喺度，亦都咧唔會即係喺度賣書嘅，因為咧我哋呢度長期係唔許我哋賣書嘅。如果你想賣書，去書鋪度買，好唔好啊？咁等大家了解一下啫。今日結束出嚟，我哋咧個展覽會繼續擺嘅，我哋擺到八點，個展覽會繼續直至八點嘅。八點我哋會收㗎啦，因為我哋冇足場啊，我哋始終還翻啲嘢俾人，咁所以我哋會直至八點。大家可以睇下啲展板，我哋都整咗好耐啦。咁所以大家用啲時間睇下，我睇下傳媒一陣有冇問題。如果冇，我大家隨便，好嘛？啊，仲有一樣嘢，如果未簽吊唁冊嘅朋友，可以過嚟簽翻個吊唁冊。我哋咧都會咧第日可能會show翻出嚟俾大家俾公眾睇下嘅，好嘛？大家未簽？一二三，三，唔知啊，你嚟得㗎，我係望，照樣佢都得㗎，照樣咁講下咧，即係時間都唔夠。咁其實當時可唔可以簡單講講當時嘅環境係點咧？係咪死裏逃生啊？定知點解要？我係真係好彩一提啦。咁我係最早時間逃出嗰個災場。咁因為係未燒到最犀利嘅時候咧，咁我差唔多走到落去二三樓咧。龍腰其實已經開始攻緊上嚟，咁基本上我走到落街咧，鼻哥啊、手啊已經開始係困黑嘅，即係摸一摸已經個鼻哥黑曬。咁好慶幸咧，我係喺下樓梯嘅逃生通道走一粒。咁因為我啱我單位就係一個酒館呢度咁樣。咁而家時間咧，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整個事件對你嚟講係一對呢個區裏面居民應該有啲咩情況，或者對政府有啲咩想法？其實最簡單真係劏房太多，咁就算佢劏房之餘，因為佢唔會理解到真係安全係好重要咯。咁因為你基本上你住屋一定係要有逃生通道，或者係走火通道。但係喺佢呢咁狹窄環境底下咧，做咗咁多劏房咧，係顧及唔到呢一方面嘅。設施咯，咁導致過好多呢啲社會問題。咁今次可能就係提醒到，即係大家或者係政府啦，多啲關注啲問題。咁同埋做多啲係
大家意識上遇到呢啲災難嘅時候係點樣面對，或者逃生嘅時候要有啲咩嘅意識下降。咁其實依家我見到政府都慢慢有啲改善，咁希望之後會更加多係改善大家嘅，唔好再發生呢啲。咁其實對於我嚟講，我都好困難咁先度過咗頭嗰半年。咁呢件事都影響到我情緒都幾多，工作上又好啊，自己面對呢件事嗰、那個控制自己情緒都幾大影響。咁好彩，即係遇到阿毛呢啲成功，傾多啲講多啲同埋佢有呢個出書嘅idea。咁我都好開心參與到呢今次嘅出呢本紀念嘅書。咁希望呢件事紀念咗可以紀念到啦，過咗新嘅街坊之餘，希望社會關注更多啲呢事。你而家住喺自己住喺邊度？依家我就住喺公屋，咁就政府就安排咯。我哋亦都好開心啦，我哋嗰一班街坊都大家都有咗安寧，即係政府都安排得好。正話謝生講咧，佢攞到間屋，公屋佢都唔好高興，因為個個真係唔同，係啊，真係個個唔同。即係你嗰陣時有冇申請公屋嗰啲嘅咧？我本身冇。係啊，咁你而家收入嗰度會唔會係超額啊？因為暫時都唔係。即係 OK 嘅。係啊，冇錯。計就之前係冇申請公屋嘅。之前冇。就係因為今次事件政府安排你起埋你上。有冇同翻啲街坊傾翻又見翻？有啊有啊，就係因為今次出書啦，其實都好開心啦。參與到成個過程製作、訪問啊，咁我都探過曬咁多個街坊，咁都見到佢哋大家依家生活都好，即係都好開心。但係會唔會提翻件事啊？會唔會有啲陰影所以唔敢提？其實基本上大家講真都會有陰影，咁其實大家都好樂意。傾偈或者係大家分享咁樣，都唔會話怕面對嘅，係啦，係啦。其實係咪即係講咗出嚟本書，其實係或者寫書，即係人哋訪問過你，其實係㗎，講多啲反應。因為其實當時初初我面對唔到，咁我都見過心理輔導，咁佢都講過一個好緊要嘅重點啊。遇到呢啲大件事或者唔開心嘅事，一定要講出嚟，唔開心埋心。咁我都好同意咯。咁其實我都覺得係真係舒服啲嘅。咁所以我都唔介意同大家分享或者同啲街坊分享。最初就阿芬講，其實好多最初都會自己匿埋，因為其實根本自己嗰個情緒都控制唔到，咁好似唔係好想見到其他人，都會有啲情況出現。嗰陣時你自己一個人住嘅。你講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其實因為政府安排一種轉屋，咁我哋其實好多街坊都喺嗰度度過咗都幾個月嘅，咁就係咪石梨嗰度啊？石梨嗰度係冇錯，咁喺嗰度就係咯，度過一段時間。我意思係即係發生事嗰陣時咧，呢個單位淨係你自己。哦，係啊，我自己一個係自己獨立，係自己獨立，就唔係同屋企人。唔係。因為好細嘅，但係聽你講頭先話啲劏房，你話咁啱好彩喺就科通道嗰度啦，咁係咪有啲劏房其實係會？其實係因為我點解話呢啲劏房危險呢？因為佢一個單位其實得一個通道，咁佢一劏四個，咁可能只係得一個單位係通到個通道嘅，咁其餘三個單位可能連嗰個通道都唔會知道，咁所以今次咁多。生命喪生咧，其實會有呢個好大嘅重點。即如果其實假設我係即假設佢係住入啲嗰啲嘅，佢係要經理門口咁先至出到嘅咁樣。所以其實好多都係得一條路，咁嗰條路冇就走唔到。即嗰陣時，你嗰係一層有幾多劏，劏咗幾多間？其實其一層我唔輸話其他單位啦，咁淨係講我自己單位咧都劏咗四座。哦，你嗰個已經劏四座。係啦，係啦，咁樣。唔該曬，唔該曬，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你哋，辛苦曬今日。
抽時間嚟，都希望大家幫手，即係將呢個信息傳開去，即係都好希望政府又好啦，大家關注多啲，係。誒咁，你過你翻翻嚟翻完街啦，咁你覺唔覺得有啲變咗啊，或者會好咗呢啲？其實改變不大，我都覺得，因為大家都知道之後有好多傳媒都報導翻，好多劏房依然係都係咁租翻出去，依然都係咁樣劏，依然都係可能都有四五個單位入。咁其實我相信個情況冇乜改善嘅都係。但係你覺得點樣先可以改善呢個情況呢？即係喺公屋政策啊，剩嗰啲定點樣？因為始終都係我一個小市民。咁即係政策方面，我就唔係咁了解啦，即係亦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做。可能即係禁止佢哋唔好即係做一個單位劏房啦，呢個最基本嘅嘢啦。同埋真係就算知道佢哋個單位入邊起碼要可能立法。要留意多啲走火通道嗰樣嘢，因為走火通道真係好緊要。你有咩事？原本有兩個逃生機會，依家變咗得一個逃生機會，咁影響真係好大。係你好啊，因為其實都知道你哋出咗本書啦。咁其實你哋喺出嗰本書嗰度有咩困難呢？咁其實都會，我諗要咁多人一齊做嘢，其實都好困難。其實大家都仲要係冇收人工噶，大家仲要原本係有負擔工噶。咁大家都要編啲時間出嚟做呢樣嘢，其實呢個好困難。我諗呢個係極大困難咯。但係即係點解會咁有心會做呢樣嘢嘅咧？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哋一班嘅輔導同學都好想藉著呢個機會咧，同多啲唔同嘅人去傾偈，了解唔同嘅人嘅故事，藉著呢一個咧去提升我哋嗰個嘅提問嘅技巧咁樣啦，係啦。但係你哋即今次訪問，即你訪問咗好多 case 啦，你哋各自講翻話，有邊個係比較難忘啲嘅 case 啊？有冇難忘啲？咁我訪問咗一個街坊，其實佢都好年輕嘅一個男士嚟嘅。咁但係可能佢除咗即我諗我哋關心佢咧，即除咗係花園街大火對佢嘅影響之外，可能其實每個人背後咧仲有好多故事影響到啊。可能佢花園街大火點解佢仲可以撐得住到今日咧？其實可能佢有背後咧有好多故事咧都會影響到佢。咁我哋都希望即透過呢本書啦，同埋絕食治療嘅方法，都認識佢哋各自背後一啲獨特嘅故仔啊。點解佢哋即有咁嘅信念，或者點解可以撐到今日咧？即其實都唔容易噶嘛，其實如果係嘅話都係啊係啊，即我可能我哋睇就好似好簡單，佢哋即喺個火場逃生嘅出嚟，即咁就過咗啦件事，但其實可能有好多心理壓力，其實佢哋仍然都繼續面對緊咯。咁你咧有咩 case 你係會覺得深刻啲嘅咧？其實我驚我個個都去，所以我個個都好深刻嘅，即因為不斷去走訪佢哋，其實因為我一個如果對我嚟講咧，我諗我係一個 layer 嘅，因為我開始認識佢哋，跟住我去探訪佢哋，但未到做訪問嚇，跟住去做訪問，跟住去同佢哋去傾翻嗰啲訪問。咁我諗對我嚟講，所以每一個故仔都係咁深刻，即對我於我嚟講，因為我每一個故仔都有咁樣嘅 process， 即我就唔係見佢一次噶，我見佢好多次噶，咁所以。我諗於我嚟講，就每一個古仔都好深刻咯。我都係啊。每個人都會有各自唔同嘅困難啊，或者各樣嘢，有佢自己嘅故事啦。咁個個故事都好深刻。咁係啦，都好感動。至於我咧，我諗喺個過程底下咧。我的感受就是男兒眼淚不輕彈，但在訪問的時候很多的男士都會有他的情緒和落淚，我覺得這個是很觸動的情況的，是的，即有些人激動到即一講他那隻火災就哭了，是的，因為你知道中國人男士很要好
很爽的嘛，但是在这些情况底下当他分享的时候，其实他都会是有他的情绪的波动啊，其实都能够 去释放出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同埋都想問翻你哋即係你哋都係主力集中喺啲劏房嗰方面多啲嘅嗬。但係即係你哋會唔會話訪問嗰啲小販啊，或者有冇甚至你喺度住過啦咁樣，即係有冇幫襯嗰啲小販啊嗰啲嘢？其實今次主要都係花園街192至194嗰啲街坊。咁我哋係其中揾咗呢14位街坊出嚟，就係做呢啲訪問。嗯，但係個14位裏邊有冇啲係小販啊嗰啲嘢啊？冇。冇啊。哦。同埋有冇話遇到啲咩印巴籍嗰啲人，即係有啲冇啊？其點解特別啲喎？因為都想啊，會唔會有啲好特別嘅 case 咁樣咧？咁樣咁樣啦。但係你自己本身係冇幫襯過，即係花園街小販嗰啲。都有。但係會落樓下就好方便，實會有嘅。哦，因為其實好多時啲某啲媒體啦，佢即係佢將個責任會卸咗落去劏房嗰邊，或者喺小販嗰邊咁樣。其實你會有咩睇法咧？你哋其實我覺得就呢個時候唔係話邊個有責任問題咯，其實應該諗下將來我哋點樣再改善，令到唔好再有啲悲劇出現。這個是最重要的，我覺得。OK， 謝謝先。